这个呢我来拿着，这个呢你来跟我一样攥紧了，咱们俩一块摇一摇 ，OK， 摇一摇，来吹口气，仔细看我的，它会像这样消失掉，在我这儿吗？你看看有没有可能，慢慢的。好吧，你可能没有看清楚，对吧？这样，我把这两个呢都放你手里，然后你来摇一摇，摇一摇，吹口气，然后慢慢的打开，慢慢的打开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这个球有问题。你看，我现在搓一下，它会发生变化，它会像这样，变了。可以分裂的，那你把它变成六个，现在是四个，吹一口气 OK， 现在是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对吧？现在我来拿走一部分，有可能一个，有可能两个，有可能三个 OK， 现在来攥紧，这手也攥紧了。请问你觉得手里面有几个？好多呀，感觉好多个呢。好多个是几个呢？你觉得六个吧？六个是吗？慢慢的打开，慢慢打开。吓死你了，超级海绵球。